用米延寿大师这个例子是个非常的例子，不是正常的，非常的手段啊！而且这个里面自己真的是清白啊，没有丝毫明文理呀！啊，曾经有人问我，我们得到不应该得到的钱财，我们把它拿来，拿来做好事，行不行？诸位好好想想这个问题。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啊，他做了这桩事情，给诸位说，他能做，我们不能做。啊，他在没有出家之前，他是个小公务员，管财税出纳的，地位不高。啊，他手上常常金钱经过，那是国库里面的财物啊，不是他自己的。哎，他就把它拿出来啊，去放生。长年累月了，大概在国库里头就拿了不少钱。这叫不逾矩，不逾矩偷盗啊。啊，统统拿去放生了，没有自己用一分钱。啊，最后被人告发了。啊，告发他完全承认。他没有妄语。又问他几时拿的，拿了多少，大概不少。啊，按照法律呢处死刑。他接受。啊，所以这个案子很奇怪呀。啊，这些法官从来没有遇到这么一个案子。啊，这个人偷盗国库的这个钱财，啊，干什么呢？去买放生去了，啊，是他判死刑，啊，最后还算不错，这个案子送到皇帝那里去，皇帝看的时候也好笑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？啊，就吩咐下去，啊，把他带到刑场。啊，刑场斩头的呀，啊，砍头的，告诉监斩官，看他害不害怕。他如果要害怕，杀掉算了；如果不害怕了，把他叫回来，我问问他。啊，这皇上的时候也很聪明，啊，结果到法场啊，他一点恐惧都没有。那法官问他为什么？我一条命换了千千万万条命啊，值得了。他一点恐惧都没有啊。啊，那遵照皇上吩咐啊，把他带回去。带回去皇上问他干什么？他就是说明替国家做好事啊。啊，给皇上积德了。啊，皇上赦了他了，赦他无罪。啊，问他想干什么，他想出家。啊，以后就是永明延寿大师，皇上很欢喜，
做他的护法。啊，你说这一类的事情，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干？那这都是贪污啊！啊，但是自己确实没有一丝毫名利在里头。如果自己有一丝毫名利在里面，你就堕落了。啊，他真的一丝毫名利没有啊。啊，这一些，我们今天讲到隐秘闲聊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永明延寿大师这个例子是个非常的例子，不是正常的，非常的手段。啊，而且这个里面自己真的是清白，啊，没有丝毫明文理呀。啊，只有一个愿望。普度众生啊，看到这些动物要被人吃了，要被人杀了啊，放生救他的命，他只有这条啊，根本就没有自己参入在里头啊。那我们今天做这个好事，哎，我还做点功德了，错了，你还是有目的的啊！永明延寿这句话的时候，这待众生苦啊，我用一条命换这千千万万这些畜生的命啊！你看，这叫待众生苦啊！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用心？啊，要真正是这个用心，可以学永明延寿。如果不是这个，夹杂丝毫名利在里面，你就是说有罪了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尤其是的时候。诸佛菩萨啊，包含的佛门弟子我们时时要想着为佛教啊增光啊。啊，从前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啊，我们要跟佛像贴金呢、啊。庄严佛法了，不能跟佛像上面去涂粪呢、啊。那你干的是灭法了。啊，这个意思很深。告诉我们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我们跟佛法是正光啊，是正面的还是干的负面的啊？负面的最明显的破坏佛教的形象，啊，我们知道忤逆罪里面有破佛身学，这是地狱罪啊！啊，还有一条中戒，破活火僧僧团，破坏僧团，这是地狱罪。忤逆罪里头啊，我在找你
刚刚出家不久，啊，我一出家就讲经教学，啊，头剃了之后就教佛修院。有一位老居士，啊，赵默林老居士，啊，年岁很大，大概至少大我30岁。有一天，他请我吃饭，啊，在台北市功德林。好像那个时候我记得在火车站旁边啊，功德林。我去的时候啊，看到他老人家坐在那里，这吃饭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说你没请别人啊？他没有，我只请你一个人。他说你知道我今天请你是为什么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没神通。他说我有一桩有个问题啊，我要问你啊，老人家很客气啊，这个问题啊，长期疑惑不能解决。我说什么问题？忤逆罪堕阿鼻地狱。是的，这经上都是这么说的。忤逆罪是杀父亲、杀母亲、杀阿罗汉、破佛身血，最后是破活合身，这五种。他说其他的那四种啊都不容易，这很少啊。杀父杀母现在很多啊，在50年前啊真很少啊，很少听见这个事情啊！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乱了，以前真的是少见啊！啊，杀阿罗汉，阿罗汉在哪里你也找不到他，但是有等流的，跟杀阿罗汉平等的就是杀老师啊，这个也是也很少啊。触佛身血，佛不在世。啊，也有等流的，恶意破坏佛的形象，啊，就是佛的塑像也好，画像也好，以恨的心、仇恨这个心的时候破坏，那跟破坏身也是同样的罪。他这都不容易犯。他这个破活合身呢，这一条，他说我看好多人都在犯了。老人家很慈悲呀，老人家皈依印光法师的，跟我李老师是同学，同门的师兄弟，这老人来问我，哦，我听了这个话，我说好，咱们好好的吃饭，啊，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他把筷子一放。瞪着我，这看着我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回过头向他请教，我说我学佛时间不长，啊，出家也没多久，你是佛门的大德了，老居士啊，那你看的比我多啊。我说你看到哪一个道场是六合敬的活合道场？他听了我这个话之后，想了半天，他笑起来了。一个都没见到，寺庙两个出家人还吵架，哪来的活合僧啊？这才明了，活合僧团不容易啊。你陀佛阿弥陀佛。
陀佛阿弥陀佛。